家收看卫星世界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各位十方圣地仙，大家好，早咱继续来讲解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古早人一句话：门清金，厝四娘。这句话是非常的有道理，而且是非常的正确。门，咱有偌大门？甲内门，门是咱一个人的嘴，若是门老唔对伊，咱的嘴咧，当然有毛病。嘴有毛病，身体五脏六腑都出问题。门的重要性比厝较重要。曾经咱有一位企业家，在30多年前的公司要要倒去，因为我的叔公唐正义，伊是台湾的第二届风水界的，伊是一个非常好有得道的老大人。因为有一间公司的东西要倒去，去找到唐叔公。唐叔公呢，伊讲讲借偌济钱。这个头家呢，讲我都要倒去啊，遐无道理，你爱甲要求遐济钱。唐叔公拢无讲，点点伊无讲，讲你爱就来，唔就卖。我给你开门、解门，把你风水转倒过来，是要看你都要有德行呢，要福分，我才要给你开遐钱。结果头家非常不谅解，等伊呢，就去找别个先生，解一大片，开呢，开要几百万的工程费。嘛，照常公司还袂起来，所以唐叔公有一个讲一个恶鬼啊鬼，看了时啊嘛是唔丢去，经过3-4个月后就过来找唐叔公啊，唐叔公讲你，骨架嘛唔丢。愈解愈严重，所以以前呢，施工就无差别。那么这位头家，迄个时阵啊，伊讲和唐老师啊，请你甲阮救员工有几百个员工呢？伊讲这毋是安尼讲，你钱摕来，我才甲你解。结果呢，头家足气的，等于呢，公司是要压要倒呀。不是去遐朋友借一寡钱来，请唐叔公去解。唐叔公啊，讲门清金，厝四娘。门的位大门的位置，甲解过解一个四笑字的门，叫拢不要去出一摆尔。其他员工归员工，头家归头家去。怎安尼呢？事业直直起来。伊这个强强金条施工，施工我带你来银行。即卖伫东南亚多一个观音庙，要去观音庙啊？我遮钱，我留一支柱啊。做我老伙仔人的生活费，
啊，出来呢，我给你种福田，安尼来呢，你就爬起来啊。哦，到尾这间公司当处长，足感动我。原来行出讲有修行人就是安尼。啊，到尾去遮做一个功德，迄间观音庙起起来，嘛是伊做重要的建设者。这间公司怎啊爬起来？门清根，厝四娘啊！所以有的人咱唔知影，就你讲哇，厝真简单，风水真简单。咱风水的位置，对唔对关系一个事业的成功甲失败。尤其门外大门，对唔对嘛？跟关系着这间公司。成功和失败，嘛关系到咱一个人的家庭平安，或者未平安，和谐或者未和谐啊。所以各位，咱唔通小看啊！我送一本《贵国主生活在台湾》，阳台风水学的讲座啊，这本册啊，由咱大家大众。好，来大家助印啊！助印这本册呢，啊，讲起来无值钱，但是呢是宝贵的妙法在里面。虽然得着妙法者，得着千金万两银，啊，尤其呢，咱一间厝。咱若感觉对我真袂顺心，你著爱注意啊！对我袂顺心，就是咱徛家还是工厂的外大门有问题。对我袂顺心，对内袂顺心，就是大门以内咱的建设。啊，外大门以内咱内底的布置，或者咱家内。那未顺时未平安的时，啊，一定到咱厝内底的律师、造成纤维，吼，内底的路气，啊，水质、塔等等这问题咧，咱爱去做一个真正详细的检讨，安尼咱大个环境，咱就当融入。咱的心，咱大就会较平安、较和谐啦。各位是方陈弟兄，门清金处细鸟，这是千金一件的真理妙法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家庭呢，啊，两阿母。哈、啊，带来求老祖，爱杂杂。啊，两阿婆一个满面的憔悴，看了咱感觉心足疼的。啊，少年人差不多四十通岁，是安那这样憔悴。我问你有病无？伊讲无，无病。啊，你有心病无？有。伊心病真严重。我在哪里呢？伊讲囝真无乖，两个后生足无乖。我哩安尼新厝，还是旧厝？伊讲伊住新厝。我是毋是新厝？你搬去住以后，囝仔全无乖。讲是啊。我原来翁仔某想讲辛辛苦苦，啊去买一间啊。双病室的小别宗，买好囡仔呢，感觉较有安心啊读书。无想到搬入了，囡仔作歹，直直歹，直直反弹，讲话生气老大，拳头母压起来，安尼好啊，要甲老爸、老母要拼生死，究竟是安怎？
拢袂讲诶，头皮皮，吼、哦、头坏坏，面啊乌黑黑，目眉拢徛起来，要爱钱，哪卡办开，想起六大物件摕咧安尼想，啊都安尼等，到底毋知是啥原因？我安尼你搬新厝了才发生。接到你的一般现在咱建筑师跟建设公司爱遵守道德的啥呢？双边式一几号一门开安呢？啊，几号就开安呢？这边就是开好门，咱门向出向安出去。好门、外门、好门、内门嘛，好门，囡仔歹甲死无人。啊，我讲隔壁一间咧，囡仔偌乖呢。我讲这就是建设公司的错啊，建设公司的失德，设计师的失德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建筑师一直爱来学风水。知影这真理，结果真侪建筑师的广告，啊，建筑师的牛气，连你讲伊学的都对，结果人大了，家庭不宁，这你爱负因果呢？你爱负责呢？不要开玩笑呢！我讲啊，这间厝袂大呢，你还要大？好，你外门，该哪来？这红标的，外门清净，储存四牛当，今日改，你若无改嘞，尾啊，可能恁家有凶杀案，个嘿啊，快足恐怖的，啊，你也真可能会当的。这个内门嘛，改良门，这风向都改良门，紧来改，但是呢，好啊，不管安那，家里头两阿母，讲出牙咧，外大门先卡，家里先卡，师傅叫袂赴，马紧家里先卡，啊，我那古门先关起来，哦。红色山伯咧，放花盆啊，断掉咧，插掉对外门。人厝边头尾甲问讲：“哎，先生啊，你门可卡卡咧，无位，你唔惊插哪啦？”伊只甲你讲：“我内插比外插较严重，阮家凡正看看也无物件好摕啊，哪有啥物关系呢？”啊，囝的平安，卡重。要啊，所以卡毁了就得当去卡，卡卡尾仔嘛是伫搬石头里哭哭的，搬砖啊，迄两个囝呢，上课下课倒来倒搬，搬到穿皮皮，搬到那个大粒搬细粒搬足欢喜的，搬出去外两年来，第一次专家上万万上好海。一暝甲一工，哦，这位先生呢？第二工尔，随走起新闻时问我讲：“师傅，迄外大门一寸笑，爱安那摆？”我安那，我一个昨暗拢啊敲开啊，吼、哦。咱门，哦，这个呢，商品门，这个时代爱下宅。下是本本公笑的本，官刀嘛在个本，条啊嘛在本，啊这嘛在本，啊官刀、跨刀拢在本，好伊只阿公一张足钱的吼，第二天就先卡，卡下了后囡仔，真系一刀撞开，好像那像恢复完一个人。过去我一两年的经验、甲体验的减损、苦涩拢袂记哩啊！所以我讲你等于
师傅家己有做，因为我较早有做过土水市站嘛，所以家己做。啊，旧门新门做旧门，怎啊贴起封掉的？家来好海，咱这位先生呢做好了，换水果来拜老祖，感恩老祖救伊一家。无想到一个门换位尔，囡仔拢稳定的。所以咱社会上、世间上，像这种唔对的双拼别种的设计，唔对有够多啊，有够多。各位是否很理解？一间厝上重要就是外口的门。当然啦、啊，外门是出是千金，出身四牛当。但是一间厝，咱最基本的条件，两户门的问题。你若开两门，好、哦，比如咱一间厝。这就是门，基本都两门，哈、哦，两门。啊，你啊，这间呢，这是后门。啊，再来呢，咱为了开中门，开中门。那这个呢，开好门，真侪人赚了钱，失了德，钱赚到啊，哦，到到尾啊，吃把柄啊，吃把柄，当然，当投资是投资，某一人赚，到尾了了的，亲戚朋友拖一大阵。哦，赚了钱，失了德，感觉要爬起来机会就少啊，因为年纪大啊嘛。所以这种的现象的厝，咱若要买厝的人，你要真注意。看到这种的厝咧，你想好卖买，你若买入去，社会的损失，国家的损失。因为住未平安了，像你要开好门诶，哈、啊，这都好门。开好门啊，呢，结果拢未歹，摸唔着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德。但是咱这种诶现象诶人。真侪人趁钱是真简单，哦，我有趁呢，殊不知后壁地雷伫伊后壁，我看过有够侪啊！你大人，你即使真好做，互你趁着，下一地基呢，就甲你毁毁掉呀！这是慢慢的养诶，慢慢的侵入来，每样囡仔都甲你毁掉。开掉比上我同行，我看有够济啊，印证有够济啊。所以外大门绝对袂用伫好门，袂用伫好平，尽可能尽量大两平。那我都是做正门，我、哦、这是一定一道理，无啥物好争执。若是咱外大门出哩，对面有行啊。行窗的时，但最未使爱换位。在婚姻观到六市，哦，狗仔背一间国小，啊，原来迄个所在咧，学校足未平安咧。这学校，啊，伊问咧，对只就来，啊，来这学校。爱的头前一个弄路，差不多六百公尺，六百公尺直冲，比
么钱？啊，一一冲门来的，所以迄间学校，你要做校长的，那不是死就病，是药剂肝硬化。啊，所谓老师主任的，奇奇怪怪的病。后尾啊，已经学校真袂平安。拄啊，一年呢，一个王业娇校长，有一天来到城市找我，啊，经过县政府的朋友甲介绍，啊，我来看的时候，哇，这咯，学校足袂平安呢。问我要安怎呢？这校长又要来做校长理事呢，足惊的。我讲你安尼。你甲门外倒过来，吼、哦，门外倒过来咧，甲闪过，吼、哦，恁若有闲，你再去看咧，高阿伯国秀，阿家呐，哦，这卖鸡鸭饼啊，生意足好诶，真好食，迄重庆毕退休咧吼，家己研究一寡，蚵仔饼啦，足好食诶，啊，这个咧，校门，我只甲围起来。哦，那然后开过只，但已经十一二年啊，学校唔捌阁有遐个校长，做个半中途，难免病就死。啊，主任老师袂讲奇奇怪怪的各种的病，所以门清紧处死了。但是咱真侪人工厂徛街、学校等等公司。门出去咧，足长路长诶，有够侪。若是火烧厝，头起就死；若无就剩半条命。事业咧，哦，颠颠倒倒，即拢是社会诶不幸甲欠着福报。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，甲咱开始啊、哦、风水诶妙法。唔是咱一般人所讲的啊，是迷信。风水就是大自然，风水就是天。咱来顺天，顺风水的法则，顺天者昌。咱逆天，逆天者亡。所以咱逆风水的法则，必亡啊！我印证有够多，有够多，所以我开遮侪钱，用遮侪时间伫电视台，我甲各位提醒，我绝对无保留，我一定将厉害点讲互各位了解，大家共同来过一个较好诶平安诶生活，是大家共同诶福气啊！